干嘛了？这个楼就这个单元。你揪妈妈头发干啥啊、嗯？你看让妈妈起床是吧？怎么样？赶紧让你起床呢。看看娘还有啥菜，娃娃菜。哟，还有点菜，爸爸。胡萝卜。还有点水果。我看厨房还有啥菜。有点太措手不及了，没来及买菜了。要是今天去买几个新知道，就这样、嗯。还有俩土豆。还有俩土豆。一个西葫芦，这能吃几天呀？家里的油就剩这么点儿了。老师会啊，妈妈给你换一个啊，别蹦跶啊、哦。哎，居家第一天，看看啊，老母亲做的饭菜啊，哎呀，你看多丰盛，三菜一汤。还有一个土豆，还够吃一顿呢。还有个娃娃菜，还够吃一顿呢。一边。妈，你没明白灿灿的意思。咋了？他的意思又让我给他烤两根烤肠吃，来烤起来吧，冰箱里的。别吃了，咱放住吧，不能一次吃完。没事儿，赶紧吃。烤几个？烤几个？烤几个？我吃俩，你吃几个，妈妈？我也不吃了，咱妈吃一个吧，你再吃俩，咱烤五个。完了，猫哥后悔了，我要吃仨。哟，大喵，姥姥又给换身衣服啊？这就你，全家就你物资最丰富啊！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出锅哦！只要你最喜欢吃那个烤肠，先吃一个啊，烤肠。哎呀，幸亏前一张整了一抽屉雪糕。不得不说，真的很明智啊，包哥。啊。但是雪糕能当饭吃吗？凑合吃吧。你这检查啥呢？完了，没有囤货。大喵的尿不湿仅剩20片。不能吧？两天就没了。那咋整啊？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囤，他现在就是穿 M 嘛有点小，穿 L 吧又有点大，我就没买。你看就赶上这事儿了，咋整？现在外边是啥情况？现在贴那个门磁，就不让你出去了。天啊，你咋现在在家戴着口罩呀？刚不是跟外边说，我就说我喂了个奶出来，你咋这样了？自己在家防着我们呢？等会儿要做抗原是吧？对啊，我还没做过呢，好像每天得做。给我钱吧，你钱吧。两天你说万一要是水钱电钱没有了，我看咋着办？电钱没事，水钱那真没辙，得自己一去外边交，不能往上冲嘛。看猫哥在这居家办公呢，让你带娃你就整这是吧？咱们还以为你今天要带孩子呢。带啥玩意儿？今儿上班时间。居家办公就在电脑上。对，就在电脑上嘛。也不干活。嗯，不干活。就跟在单位一样，就是换了个办公位。我以为叫你们在家玩嘞。那可不行。快别瞎说，妈妈领导看着了哟。你好好上班吧。幸亏没买这两天的票，要是早晨起来收拾好行李了准备出门了，哎呀走不了了，一下子都崩溃了。咱就是说，妈妈你别生气啊，咱就是说，要是真有啥情况咱回不去老家了，你会难受吗？不问了，不问了，就当我没问啊。你这无聊的开始玩孩子了啊？那咋整？俺、啊、又不用居家办公，马卡巴卡。哎呀，哎呀。